危险！我只要能阻止那场意外，我就可能可以改变爸的命运。你的眼神怎么这么炽热？意外还没有发生。抓周吗？不管你选择哪一个，剩下的我也无条件教你。今天开始，我们是第一天。小陈，他听不到。花大戏剧台晚间7点，闪亮的西瓜。